好来，还有几声，请讲。哎，你上山哈？哎、哦、哎，好了。嘿。太好。好。哦。哈哈，是是是。哎呀。嘿。我讲平。什么？好多啊，乌鲁科沙面啦，吼，乌鲁背起来了，吼，银杏啦，吼，哎，伊个呢，嘿，拢无，迄拢变做家己爱家去药房买安尼嘛，吼。哎，没啦，是真因的东西，确实。较紧办。对对，安尼好啊，我就是恭喜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这正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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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。啊，这个金的吼，伊到底是不是像，叫做以前的迄个末代皇，皇帝迄个用吼掠出来菜迄个溥仪吼，的后代吼，有人讲伊的名号做爱新罗杰，哦，伊金甲摕着爱新罗杰，叫做补充了一下。哦，我听了起鸡皮，伊都根本嘛唔知是甲有关的无。啊，就算他是满人，嘛无什么意义啊，对他来讲。任何人拢会使出头天，我拢无反对。我敢惊迄个人是会出袂台湾唔好尔啦。哦，你唔知互台湾有自主权，你讲 the next in 咯 ，in the next decade， 啊是 decade， 迄文化唔对好啦，无咱甲改互对。in the 你要定冠词嘞 ，next decade， 那安尼先也是 in， 你就是直接来对。你就是直接十年来对，变变痛安尼，啊那无啦。和你讲，勉强拗啦，卖讲迄个印啦，我讲两包两两个，你实是根本弄变死好啊吼。那卖印，讲讲 next decade， 哎嘛是九十年以来，每一个十年一个 decade， 你嘛无权利替我决定。啊，你搁叫，叫我这同志来直播，当然这同志不一定是迄个同志啦，同志无罪啦，是即款动动就是上乌嘛，上下面一个黑。当然，同事来这一款乌手村就无好，过去伊的做法都无好，诶，忍耐无一礼拜会破功哦。二级数量一八还是啥？请讲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还好。哎。哎。在用的迄个顺刷会使治疗受限为好。
啊，你的脉搏拢总跳紧还是跳慢？还会少到五十左右后面。嗯，以前夏天吧，八达基很少，很少，很少都是在七十以内，脉搏都在七十。啊，未讲食药啊，跳到百，很少一百左右，未啦，唔捌啦吼，你唔捌。唔捌，一般拢是百上，低一百到三点，你比如今日食药，你是电话，你是叫做诶。暗时啊，去毒食片了。做一个正确的建议吼，哎，那即马呢，才食几工啊？吼，我讲也袂使放弃，因为有可能对你这个袂歹，啊，佮你的脉搏呐控制伫个这个标准的左右拢好。差啥？差你爱欠抗焦虑，你即马可能爱拜托医生佮你开一个，或者 sulpiride 这种药啊吼，伊会佮你安定你这个暗时来的遐个。但讲我说，较敏感的神经，较焦虑吼，啊，这吼，佫练起来吼，特别今仔日开始练，佮前练对你真不利。我说你若紧，马上紧来找医生，甲你开一个 sulpiride。我建议你暗时食就好，还是五百米哩，暗顿以后食，互你这中间你就会放松，抗焦虑，互你无形中咱人拢活在焦虑内底啦，啊，你就免佮血压袂话佮塌伤悬，哦，安尼先试看卖。因为你若果用血药药，果擦血药药，果血药伊副作用就果造成。你先来试看卖，啊，这个药先卖放去，因为这食几工，而且这调料嘛 OK。哦，我看法是目前为止继续把食，加一个迄个抗焦虑就好啊。哦，哎，还是先请讲。喂。嗨。诶，林子豪。嗨。嗨，阿姐啊，哈。喺香港的问题。嗨嗨嗨。第一个哈。嗨。喺香港。为什么心脏的肥大？嗯，好。是人老性的，还是怎么样？都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？哦。啊，第二个问题哦，前两天有一个好像新闻报道在做了哈，不，很有报道，就是我之前一个和国文的时段，嗯，邀请请副总之类来讲，嗯，啊，你讲什么以后哈，就是说。成年了以后嘛，哈，可以选择自己的姓氏，啊，还要同父姓、同母姓，甚至不同父母姓也可以的。对。啊，我只是听到你讲，以医学上的眼光，你来看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？长期的看，是只要那安尼，只要如果后人会安尼想，安尼世界会